来了。虽然我没有福利加，可是我放了第四只露娜，基本上这一队转速时间还是绰绰有余。这回才是我要爆发的，这回我 才需要爆发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光北的贝利我已经算过了，所以他第三回合是他最大输出的时候了。OK。做了个叠珠啊。这个叠要是没叠好，我会脸歪掉哦。只有三颗，这厉害。跳 ，OK。忘记了，这样开很危险，夸父那个 CD 啊。这样开超危险的，尽量不要这样开。我刚忘记了。OK， 跟你主持一模一样，临时过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观念很好，观念很好。我是说你们了，不是说我了。这个开这个哈、哦、，OK 啊，解状态啊、哦。那我的认知是两回合到爆发走，所以我会开这一支。OK。走，说服啊！来，再一次啊！我个人认为这要搭组合技，这样是最好的。哦，这样最这样，升华剑全部都转到，一波把它灌过去。怎么呢？怎么呢？学起来啊！
OK 啦哈。我会把那个木珠转进去，新珠不一定要削。OK， 距离有点远哈。好、哦，这个天降漂亮哦，干得好哦，不错不错，这个天降还蛮有观念的。哎呦，不错哦，这个天降也很有观念哦。小武功敌连级哦，这个来不及跳，有意思，因为我冲太快了。这一关才20973，所以我觉得这关我要先叠珠，把那个我思考一下。其实我夸父应该可以，有夸父应该可以。对，不要小看夸父，夸父很可怕的。夸父上吧！看一下啊，再开一次，再开夸父，一波夸一波父，一波夸夸一波父啊！嗯，我小姐啊。水，OK， good。还是变长，不太习惯的。我们先看 CD 除了怎么样，可以的话最好是把 CD 再拉一下，我自己的建议啊。好，哎、欸，妈了个滴，太大力，完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想办法留
光珠。外光珠了，外光珠了。外光珠啊！没安怎，两回合呢？它这个水会转光，所以水珠可以先流了。我想法是这样，变这样。两回合撑不撑得住啊？看一下，197可以，我就撑一下了，撑一下了。你撑住就是你的，撑过就是你的。来撑一回合哦。20颗，走吧。哎，没有新珠哎，爽了。这多少血？1亿而已，是不是？1亿！我思考一下。1亿，2回合带走，花腹可以先开。OK， 我故意让他保留 CD2 的状态。哦 ，CD2 状态，再来我开个玄冥灵量，有没有？怎么的？啊，再开个夸父，啊，有没有？啊，有没有？学起来啊，这是观念啊！你不要以为我这边平常打哈哈的，我都有做过金币计算了哎。光暗同消、哦，吓死！来，哈达。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够了，这样就够了，来喽，一波七刷过去喽，来喽，来喽，噔噔噔噔噔。再来个天降就可以了。哦，老了 K， 哦，哇塞，学起。
起来，往北一次三成就，三到五康就能过啊！有押韵啊，有押韵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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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一次三成就，哎，没开到，我有开啦，没开到吗？真假的，没开到是不是？我刚没开到露娜，这么厉害，我刚没有看到露娜，哦，这么强，哇，不容易，真的吗？我刚没看到是不是？我刚没看到，真的假的？我刚没看露娜，真的吗？好，等一下看重播了，可以啊、哦，可以啊、哦、，OK 了 ，OK 了。